可是写法比较不一样，他可能会有点放空，或是要么就是很容易。你进我家教，然后一直讲很多很奇妙的东西。可是有的是安静不太讲话，你是讲话给他听。两极化。你有没有碰？对的啦。这个工作碰到过麻烦。来，进来。是，可是也不算吗？你是碰到多了。然后下一个就是也不算是，因为像公司的话，因为不会我们的电话。然后阿妈看阿妈看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嘛？一路上遇到，但是我们有碰过麻烦吗？有人譬如说看到你，我就很直觉，然后第一个，他每次都叫你来，你够不够？还跟你说，跟你讲不出来，你讲我或是为了你，你准继续跑出去的。你给我讲吧。然后我关这个。他有这个。你这样知道。你给我讲。妈妈，我是。这就是障碍，你有嫁给他吗？比你都高不了。我不要给呀。你要对，弄个对了。都是蛋。阿妈蛋，阿妈蛋。你家人知道你做这个工作吗？哦，知道啊。可是他们知道我们要对方怎么样。阿妈蛋，阿妈蛋。谁会去找你们代替他们去看见？因为如果是我的小孩，我一定会希望去看他；如果是我先生，我也会希望去看他。那如果我不愿意去看他，代表我跟他也不熟，我干嘛找人去？小弟啊，想要给大哥有面子，因为在同台可能想要面子。不可能，小弟要给大哥面子，就是让大哥在里面有一些心灵上的慰藉。我到那里有这么多大哥。那大哥，然后等到他来以后，大哥就可以跟旁边人讲，我。好有个我什么工作，真的有可能后来被差不多啊，一家人家去看的是一个那个也是杀人的大哥。困在遐。